骑士骑到路口，没想到右侧一辆机车快速冲过来，两车当场发生碰撞，骑士被撞到整个人躺在地上。事发就在屏东胜利路上资源回收厂前方，当时骑士正好要去倒垃圾，没想到在路口和另一名骑士相撞发生车祸。带你来听当时情况。我过去的时候还没看到，对，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了，所以两个人坐在那里的。对对对。他，啊，有受伤吗？就还好。那个男女生是坐在那里，坐在那里，哎，啊，男生是站的。好，可能就说在等救护车了。根据了解，不少民众会来这边倒垃圾，但大部分的人经过时都会放慢车速。这位两名骑士相撞受伤，恐怕是因为视线死角加上车速不慢才会发生车祸。好在两人只受轻伤。